刘太，去给我买瓶饮料去。我不去，我还要看动画片呢。快点，赶紧去，别磨叽。快点的，赶紧去。哎，反正你说的是啥我也听不懂，我还是自己拿吧。我让你打扰我看动画片，看我怎么整你。回来了，龙太。你这啥呀，又算有了呀，可能是饮料过期了。宝贝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啊，你别吸了。我敢，就吃不完。抖音